观塘一带商业发展成熟，新型商厦相继落成进驻，包括位于敬业街的皇庭广场，物业共有24层写字楼，提供5部客 lift 和1部货 lift， 楼面面积约为12000平方尺，其中大部分楼层分间成10个单位，适合中小企使用。大厦外墙采用全玻璃设计，中高层单位享有开扬景色，部分更可眺望海景。交通方面，东九龙交通配套完善，除了可以步行10分钟去观塘港铁站之外，大厦门外亦都设有巴士站和小巴站，物业低层亦都设有数层停车场，出入口对正敬业街，方便驾车人士出入。